备战斗了。我记得这个场景。首先，我说你准备好了吗？然后你说，哎，你知道迪亚布罗头上有长角吗？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为了卡林多而战。哦，有人想帮忙了。各位英雄，收集贡品，就能获得我的青睐。马上办。下午三杀！哈哈哈，打得真好！其他快点杀掉他，英雄！全开！选择天赋。
鲜血了。吉他吹到底，收集贡品。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交给我。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这跟时间安排的一样。选择天赋。除掉这个英雄。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做得好。来自部落之力。朋友，你们获得了我的青睐，各位英雄，让你们的敌人尝尝我的怒火。诅咒结束了，看看下次是谁会获得我的青睐。选择天赋。热情摇滚。赞啊，兄弟。
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给他摇下去！要扁人吗？没问题。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没问题。尝尝牛角的厉害。三少选择天赋，看来下次保护云溪绝技，精彩击杀双杀，给他摇下去，摇滚魔力无法打，连烧。看看这一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悄悄嘞，王爷，我建议拿下这个佣兵武力。马上办。下场，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交给我。
丧胆，尝尝牛角的力量。干净的猎物。摧毁要塞了，做得好。击杀，双杀。